笨头，大猪头，大猪头，大鱼头，又来骗我了。我是闪亮三姐妹的爸爸，闪到腰。我们是新的团体，闪亮大姐妹。讲阮这三段啊，传了了来，太祖公跳了一定发怒的。要来介绍，听讲这组啊是新的歌坛的一个团体。哎呦，新的，连你妈妈听过，我唔捌听过。系啊，因的何林，哎，因的名叫做什么名吼？那嘛唔知啊。啊？哎，三个是组都是团咯。三个集团。过去呢，三个集团的为了咪 ？SHE 啊。草蜢队。过较早为了小虎队。小虎队啊。啊哈。啊，这团到底会先做安怎吼？诶，合作什么名？咱等下大概想。嘛是三个哦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来，一起来欢迎曹雅文、敖斌的郑仲宇。郑仲宇。响的时候，在这正该下大雨的午后，大笨头、大猪头、大猪头、大鱼头，你又在骗我了，总是这样，不想泪水被你看见。失去你的快乐回到我身边，星星的转变好像梦里面，除了鬼的剧情就像断了线。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，那个李慧怕姐，李慧怕姐，谢谢啊，我们 OK 拍起 ，OK 拍起，尖叫声！我是闪亮三姐妹的爸爸，闪到腰。
喂。你们这个团体，我觉得应该叫闪尿哎，为何？为什么？看看有没有香蕉。我三个较早拢开中诶咧，我足够跳单机诶。哎，何时哦？青哥，孟哥好，帅哥好，弟姐好，我们是新的团体，闪亮大姐妹。耶！正宗你许多烟火火，鬼面狗尾吹亚文甲吹后面的组组织团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们要多方面尝试嘛，对，哎，我们才能够跨越另一个领域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要过点好，不要是一个新的组合，闪亮三姐，大姐妹啊，好，阿娜，你别偷笑，你别气场啊哟。我是讲，我这三段传了了来，太祖公挑了一点欢乐呀。我是无意见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唔定会向唱会向跳，我个向即马时下上流行的啦啦队。是不是？我即摆先问你，找这两个是啥物嘢？这两个根本都丢啊，倒不起来。我先介绍一下好了哈。这个好会唱，这个是真好唱，亚文很会，对，好会唱，这个无问题。这个好好笑，有无？这个好好玩，好好笑啊！阿哇，好好看啊！哦，自肥啊！我昨晚都无听唔到去，你三个公园跳啦啦队，系啊，系啊，哎，啦啦队是一蛋来蛋去的，对啊，开玩笑，后空翻我亚人顶顶我，飞来飞去，哎呀呀，后空翻。中这度叫吊车来就拍吊，是不是飞来飞去？可以。伊既然敢讲，应该都有那办法。系啊。来，卖古车跟你拖卡。好来。来来，电视大概不会啊。哎，真正有连轨啊！真正现在连这啦啦队哦，我们看到啦啦队的比赛有诶无诶啊，那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两个就困了。你两个就连赛。连赛啦！来来来来。那阿妹被被谁要腾空？哎呦，你们看你们来啊！都买起来。哦，明天被腾空。人的任务竟然弹上去了，哎哎，你这嘛用楼梯的尊重我孩子就对了，这后煞有人跟来去哩，哦拜托，我讲这有影是大肚的啊，那吊车来拢好把肚子尿了，你无代志，你搞下去我内底是无清的，你无清我无这一下，哦，都是艺人哦，要。不管是在做改变啦，吼，有时搬戏，有时爱用一寡有诶无诶。实力上啦，组织团我是100%赞成。啊，谢谢碰哥，还蛮有效果的吼。啊，你别搞阮抢牌，就搞阮臭屁无。我咧话讲者，阮这三团专心喜庆宴会，只要请了阮三团，无论你结婚咧、离婚咧，阮拢有法度处理。喂，离婚啦，离婚啦，让你处理。会使会使，离婚怎么办到咧？